嗱，呢度咁靓嘅地方咧，就系属于瑞士海拔最低点，海拔咧只有197米嘅 Lugano 呢个地方。咁啊，因为比较低啦，所以气温咧非常之舒服，同埋咧好适合唔同嘅植物生长。咁啊，净系呢一度咧有好多种唔同树，包括就系有茶花啦，有棕榈树啦。咁呢啲树啊，呢啲植物嘅种子咧，其实就多年嚟咧就嚟自亚洲或者嚟自中国嘅。咁啊，到夏天咧，呢条成条街咧全部都人嚟噶。咁啊，有人喺度玩啦，弹乐器啦，唱歌啦，出海啦。咁所以咧，一年四季咧，呢一度咧都係非常之受遊客歡迎嘅。